我到底是不是应该把头家讲话洗头了？那无，逐天看到 Alan，搁看到文扬两个人，我真正也精神错乱嘞。是讲，爱跟伫 Alan 的身躯边才当赚到钱。啊，毋过，我搁做无甘愿的，安尼就放手。到底要安怎做才好？喂，Alan，啊，是的啦，啊，我的身体无啥爽快，所以我想要搁请假一天啊，敢会用？啊，你身体无爽快哦，那安尼我即马来看你好吧？唔免啦，无方便啦，因为阮妈今仔日就要替伊头家杜瑞峰去邮票，啊，营造工会的票啦，啊，所以哦，伊也无用几工。啊，连我嘛去斗三工才会用诶。我知影，恁妈有打出去尔，恁兜即马无人，敢毋是？你即马就开门啦。我有准备一个 surprise 要送互你。啥？surprise？你怎来啊？白雪公主，你的 surprise 就是我，今仔日我就是你的礼物。啊，不过你现在怎来？我真正有惊到呢。因为我实在是太思念你啊。昨天饭店我跟你分开以后，我就开始一直想你，想到规个人拢无得做代志啊。一直等到今仔日，我实在是无得忍受迄种思念你的痛苦，而且我又搁惊你雄雄的离开我，所以，我只有走来才一次。无论安怎，我一定要把你的心留好掉。我不爱参照过去感官，搁失去你。啊，是讲你的雄走来，我拢无想打扮，互你看到我黄脸婆的一面啊。相公，你是黄脸婆，亲像你安尼平常时的打扮，看起来更加迷人，更加清秀呢。多谢，你先坐一下，我去泡茶给你啉。多谢，艾雪，恁家真正足舒适呢。地点嘛真好，确实袂歹啊。啊，敢会？啊，毋过即间是我结婚了后，阮妈一人住的呢，所以哦，伊较细间。若是比起阮家其他的厝哦，即间是上细、上无舒适啊。嘉熙哦，嗯，恁妈还阁过一间厝哦？是啊，像伊伫健康路有一间哦，租予别人住，啊，迄间上大间，有百外平呢。啊，佮有其他诶，亲像是伫南京东路啊、东区，啊，佮有内湖，嘛拢有厝咧租人啦。遐个厝哦，大部分拢是阮爸留落来，所以阮妈家己租出去会当收一寡钱，安尼较方便管理。想袂到啊，恁妈那是代表，而且佫是一个包租婆呢。恁妈真正足够呀，连刚好我找一个时间，好好向伊请教一下，要怎投资啦。你莫讲生笑好无？家厝租予别人哦，是上歹上保守的投资，哪敢甲你比？应该是我叫阮妈吼，甲你好好请教毋才对。像你即款用钱加钱的速度，比阮妈做包租婆趁钱加足紧。对啦，今日我来遮就是要甲你讲，顶个你投资迄个500万哦，伫顺月底哦，特别厉害啊！讲啥实嘞？啊，安尼真正足好个呢。我嘛是知影，一定足欢喜的。那呢，你是不是应该给我一个奖励？比如讲，带我去参观一个白雪公主的房间。
嘛白马王子，就要甲白雪公主吃掉了。唔对，你是大野狼。我是一只足贪心的大野狼，我看到的绝对袂放手。啊，不过我伫你面头前是一个温柔的王子，我一定会将你捧伫个手中，好好疼惜。白雪，自从你来到公司以后，公司的业绩愈来愈好，我所做的每一个投资拢赚足侪钱。一定是你带给我好运，你啊，就是我的福星。Alan， 我真正感觉咱两个人就适合的呢。若是当初我不嫁给别人，你知偌好？我就等你讲一句话。今嘛，我就让你把现实都放袂记，将来记我好。喂，妈，我等下白雪人到时阵啊，我物件要摕予伊啊。有啦，我有甲白雪人妈讲过啊，袂予伊误会。哎呀，我等两个啊，紧去。雪碧倒啦。喂，娘。阿丽娜来，阿丽娜还没上班啊？我要去啊！啊，拄啊，好要晚餐时阵，你向兄弟爸给我惊着。哦，歹势啦，我是要提早来给你啦。啊，想讲可能你的房间，你下班来会当看到。啊，这是公司新出的鞋啦，应该是你会介意的型。顶摆你甲我讲你鞋歹去啊，先提两双给你穿啦。啊，是好穿再甲我讲，我再去提给你。哦，多谢你。那呢，你先睏下好啊。啊，你想怎啊？啊，你是哪只歹看？哦，可能是最近较忝啦，免烦恼。你紧睏下，我要换衫呢。那呢，我家己穿倒来滴。唔免啦，啊，我拄啊有够乱的呢，那不是我睏的哦，我也找袂着啦。哦，好啦，那我睏你遐。嗯。姐是不是阿姨无啊，应该是你听唔对啊啦。啊，应该是门的声啦。哦。白雪，啊，房间内恁哪有得古代啊？我平常时也无咧拍恁古代啊。啊，阮妈昨日看物件时阵哦，啊，摕着一挂阮爸进前的物件，我看到这個，就想起阮爸，所以我就家己带转来我房间啊。是安尼啊。喂，我郭云阳。哦，哦，好好，我随送过给你啦，你去稍等一下吼，歹势啦，好好，多谢哈，拜拜。白雪，歹势啦，我家己送货。啊，你若真正忝，你就请家己自歇睏，好不好？嗯，免烦恼我啦，你紧去，莫耽误时间。那我先来走啊。嗯。啊，白雪。对啊，我袂去甲你讲，过年食团圆饭的时阵，我想要请你甲恁妈陪我去庙会咯。哦，好啊，我会先问看下阮妈，你今天无闲？